明天我出院呀、啊，让小杜来。哎，当然啊，别影响他工作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岳父的照顾啊，啊，以后可能就很难再见到了，我们就此别过啊。妈，以后您啊，千万别再说这种话了。人元哥都有男朋友了。那不管，儿子，还没结婚，那就是公平竞争。孙斌，嗨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叔叔不是丢了一颗棋吗？昨天我妈出院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在床底下发现了这个。叔叔，叔叔，哎，啊，那叔叔，元哥饭做好了。叔叔，哎，多吃点蔬菜，补充维生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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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大家自己来，我再给叔叔盛点汤，补补气。嗨，叔叔，我收拾完了，我也准备回去了。哦，正好，我送送你。好，你送送他。孙先生，我这车啊，耗油，不太环保，不耽误你赶末班车了，先走了啊。